棒球情人高国辉 Happy Birthday！ 9月26号是他31岁生日，也是2013年投入中职以来第一次生日没在球场度过，开心跟老婆和宝贝儿子享受难得的天伦之乐。就有一天终于可以比较轻松一点的过生日这样。你要跟老婆小孩一起吃饭吧？我也不知道吃什么，晚上他说。我老婆是订餐厅。义大队长生日的重要时刻，队友们当然没有忘记。周日赛后提前庆生，林哲轩还毫不留情，直接把巧克力蛋糕砸在寿星脸上。哎，说好不打脸的呢？而紫衫军当天击败中信兄弟，以3场胜差续保下半季龙头。高国辉也把生日愿望献给球队，目标非常明确。对，比较重要就是希望这个球队能够拿到总冠军。现阶段就是我们先一步一步来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能够赢越多场越对我们其实是越有利的，那其他队要怎么打其实我们也没办法去控制他们。除了总冠军，棒球情人的生日愿望还包括身体健康，很平凡却也很实际，毕竟先前经历过脊椎滑脱的重大手术，本季也有侧腹肌拉伤困扰，年过30格外珍惜健康打球的日子。看到很多学长退休嘛，就是陆续都在退休，那自己也已经怎么讲，就过了那个年30了这样子。那我也希望说，就是接下来的时间，大家好好把握打球，都是看身体状况。如果身体状况好的话，其实说真的，打到40岁都可以。祝福高国辉带着健康的身体，继续用全垒打缔造更多纪录，并达成达到40岁的愿望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